嗨，大家好，我是 Easy。现在大家看到身后的地方就是大阪人的后厨房黑门市场。那已经其实等了隔了两年多的时间。记得上一次我有拍2017年的时候有拍了黑门市场。那我们现在来2019年再一次来到这个地方，赶快来推荐大家几个我觉得黑门市场蛮好吃的地方。那影片开始之前，不要忘了先订阅我的 Instagram ISSYDBC， 然后下面记得按上订阅。那我们开始喽。先呢，我们要先带大家去吃一个神户牛。那这个东西是我觉得非常推荐，因为我真的太喜欢吃肉了，没有这么喜欢吃鱼，可是肉我真的是觉得太强了。那这一间是非常厉害的神户牛，然后它有分很多的等级，那我们来带大家来品尝看看吧，因为就在后面。然后他一开始会给你一个菜单，然后他是有神户牛认证的一个餐厅，然后他的牛排是2000块日币，其实不便宜啊。这个是神户牛，这一个是也是神户牛，可是超贵的。然后你看他油花超漂亮，我每一个都超想吃的，我的妈呀！看后面这个。再看看这个奖牌，看到这个奖牌感觉就是超强的一间店。现在来帮我们做这个厉害的神户牛排。天啊，听到那个声音真的是太强烈，你知道那个声音我肚子都超饿的。开动了，然后这个是他做好的神户牛肉块，然后我们用简单的这个盐巴。超级强的，而且它的肉非常的嫩的。嗯，超级嫩的，是不是入口即化？嗯，真的很强的。因为他的人这哎、欸，其实没有保育真的很少，只是因为那家店真的很小，他只有4个座位，所以我们不太敢站很久的时间在那边吃。不过真的神户牛第一间店，我觉得非常值得推荐给他。他除了价格有一点点贵以外，我觉得大致上都就是2-3口就可能4000块这样。可是真的超好吃，我第一次感受到入口即化的牛肉。哦，那个舌头这样碰到的就融化了。推荐给大家这一间，那我们出发到下一个地方吧，走。那其实这一次啊，因为我不是换了 iPhone 11吗？ iPhone 11就有非常多非常强大的拍摄效果，所以我这次的黑门市场也全部都是用 iPhone 11下去拍摄的。那不知道大家喜欢这样的一个画面吗？那在黑门市场，它其实也有贩售一个是生的河豚肉。那因为河豚有毒嘛，他们也是蛮厉害的，在经过专业的师傅之后去除毒素，就可以拿来上桌吃了。但我觉得这个我完全不敢尝试。它这个里面有奶油扇贝酱烧的，然后它有3个不同的大小可以让你选择你想要吃的扇贝。那这个扇贝啊，很推荐哦。然后它买完之后，它会给你一个号码牌，然后你就可以在旁边这里去等吃东西的，然后它会帮你做好送过来。那我们现在介绍第二间店，也是我真的很喜欢的干贝。那它这个是酱油口，奶油加酱油口味的。那除了干贝以外，还有那个海胆，对不对？海胆我不敢吃，但是干贝我觉得可以点一下。那现在看一下它的海胆，这个不是干贝，超香的。烫吗？不会烫吗？它超香的，而且它除了奶油以外，它有微微的黑胡椒的口感，然后吃起来是很爽口的，然后你咬到它的弹性，然后重点是我看放到嘴巴咕噜一下就不见了，
福利一下，真的很好吃的，真的。我觉得可以再叫一份，这我觉得一份可能不太够。这真的很好吃哎，很鲜啊，是不是？很鲜好吃。再来第三个要推荐大家吃的是章鱼烧，那这间店它有三种啊，有章鱼烧，然后有炒面，它也有广岛烧、大阪烧。那我想吃章鱼烧，那我们进来吧。Can I put everything? Mayonnaise, seaweed. Okay. Okay. Hi. 进来了，那这一家店呢，其实里面非常的放置，它还有内用的空间，虽然可以吃。我们现在看一下这个，这个，好看。它跟台湾吃的有点不太一样，台湾是吃的是那种酥脆的外皮，然后它有点像面粉很多，然后软软。可是好像是就打完口味，他们都是非常多这种软软的那种口味。它里面有吃得到非常大的。章鱼丸，真的蛮烫的。大家吃章鱼烧的时候，其实真的要小心一点，因为章鱼烧真的有时候蛮烫，小朋友吃下去可能会烫到嘴巴。看完这一次的大阪影片，有没有觉得我运用了 iPhone 以及 Shure MV88 这一次麦克风所收音出来的效果非常的厉害，非常推荐给大家。如果你想要做简易的 Vlog 啊，其实如果你搭配 iPhone 就已经可以去做一个非常完美的诠释。在 Shure 的 App 里面，因为你可以在里面去拍摄到你所有你想要拍摄的画面，及时的点选你想要拍摄的画质，包含像1080或是720或是说 4K 的影片，然后你看要尝试60帧或是30帧的方式下去拍摄，在 App 里面全部都可以直接到位。它在拍摄录音的收音的部分，它会有五个模式可以让你去做挑选。你看你是想要做一般的对话，或是说在歌唱的状况，亦或是平均，然后还有音乐模式跟扩大模式，全部都可以在这个 app 里面去做一个点选，那你可以去调整出你觉得最完美的一个状况。另外，它在 app 上面可以调整它的立体的麦克风收音的广度。我觉得这个也是在比如说静态或动态的状况下，其实是一个非常棒的选择。那因为这个我觉得是蛮推荐给大家想要做一个日常 vlog 或是旅游记录的方式，就像可能我常常可能在外面，然后你可能即时刻要拍摄一些你想要的画面或者你想要的美食景点，都可以运用到这个方式去做一个完美的收音。因为如果你没有加装指向性麦克风，你的声音会惨不忍睹。那让你们来感受一下没有装麦克风以及有装麦克风的状况吧。现在就是没有用麦克风的状况，你是不是发现四周围的声音全部都录进去了呢？那通常在户外的话，会非常多的噪音可以去影响到你收音的效果。那现在是有装麦克风的状态。看完了对比之后，有没有觉得非常的夸张？我不能说加了 Shure MV88 指向性麦克风，你可以达到100%完美的收音。在户外的部分，毕竟干扰的状况非常多，可是它可以排除掉非常多不必要的困扰因素，那可以让你尽可能的达到完美的收音效果。这个是我觉得在每一个人在拍摄 vlog 非常重要的部分。Shure MV88 这个，我觉得还是有一些些小小的缺点，就是第一个它必须要裸机才能安装麦克风。不过大致上不影响到你拍摄的状况。你如果你用一般的自拍棒或是 Joby 的脚架这些拍摄，我觉得都是还 OK 的，都是非常完美的，因为你已经有一个最强的行动相机、行动录影机，那你还在搭配了一个指向性麦克风，这个是一个非常方便的一个设备。那以上就是我分享给大家的 Shure MV88， 那你们会喜欢吗？影片到最后不要忘了订阅我的 Instagram RSSYTBC， 那下方记得按个订阅，那我们下次见喽，拜拜。